钱，会挣钱的，会享受啊。这大电视放那一块，还带家具的呢。咋看美食街呢？哇！俩美食街呢，后面那大的能洗澡，前面这还有个。还有洗澡的啊，这是房子，这是卫生间，这是小的啊，这是小的，这是中大的，哎，这便什么都有。你这是这个车多少钱的数了？700-800吧。哎，太享受，还是一种享受啊。哈哈哈。现在这车除了是怎么了？挣钱花的啥钱？太漂亮了！你们俩就不能这样一样吗？就站着一下。埋汰了？不是，让你俩站着行了，给你俩拍个照。哎呀，真是一种完了，留个纪念。完了，想你们这车的时候，就看看你们。